本局你出生在红色方。 我喜欢飞翔的感觉，这让我感到很自由。 不敬畏生命的人，不配拥有生命。 我喜欢飞翔的感觉，这让我感到很自由。 不敬畏生命的人，不配拥有生命。哦，这是我的美丽。An enemy has been defeated. Double kill. 我喜欢不要越过界。 An ally has been defeated. Enemy onslaught. 不敬畏生命的人，这是我的领域。 An ally has been defeated. 小心点，不要踩着花花草草哦。
我喜欢飞翔的感觉，这让我感到很自由。不要越过这里。不敬畏生命的人不配拥有生命。Your tower has been destroyed. 我喜欢飞翔的感觉，这让我感到很自由。这是我的领域。Your tower has been destroyed. Your tower has been destroyed.不敬畏生命的人不配拥有生命。我喜欢飞翔的感觉，这让我感到很自由。三五五要拖一点，这边不见了。An ally has been defeated. An ally has been defeated.三五五，帮我守一下。Your team has destroyed a tower.不敬畏生命的人不配拥有生命。 An ally has been defeated. 不要越过界。
小心点，不要踩着花花草草哦。喜欢飞翔的感觉，这让我感到很自由。对，弯道，弯道，弯道。我蓝区那边，他们青叶应该会在那边做蹲点，不要往那边走。他们人应该都在这边，都在左半部。喜欢飞翔的感觉，这让我感到很自由。不要越过我，不敬畏生命的人不配拥有生命。哎，小心点，不要踩着花花草草哦。你不要死哦。这是我的领域。An ally has been defeated. Your team has destroyed a tower.下路看一下。Your tower has been destroyed. Your team has destroyed a tower. 我喜欢飞翔的感觉，这让我感到很自由。啊！我极限了。这是我们 enemy has been defeated. Double kill. 有。现在对面倒四只，看你们把它撕开一下，是可以开，开杀是可以开的。不敬畏生命的人不配拥有生命。嗨呀嗨呀，你先去吃凯撒，那个中兵等下再带，因为等下如果对面复活的话，对面会那个。不要越过界。好，没关系没关系。我们等15分钟的凯撒哦。你们小心点，就是人。好，没关系。
Triple kill. 退一下，退一下。你先清兵，然后等一下看一下能不能抓那个特兒，我们把特兒抓掉，等，就是，如果特兒抓掉，我们就赢了。Nice assist！ 行，小心哦、喔。我复活了。他们靠凯撒哦。我喜欢飞翔的感觉，这让我感到很自由。小心青烟钉。An enemy has been defeated. 中大没关系。等待一下下路，你们等一下能帮我卡那个，前面就卡。我现在把兵线带出去给他们一点压力。哎，小心点，不要踩着花花草草哦。东兵先不要清哦。我喜欢飞翔的感觉，这让我感到。我们俩在上面，可以吃。他们少人，等下人进来就打人。吃掉，拉下。不要，先不要打起来。因为如果你们下进去的话，对面会把你们，对面会比较好打，因为是过半。我在侧边看。不敬畏生命的人不配拥有生命。哎，小心点，不要踩着花花草草哦。上路小心哦，他们会上去找你。我喜欢飞翔的感觉，这让我感到很自由。小心青烟，
我消耗一下，我消耗一下而已。漂亮！他们输，他们输。我要开枪。Your team has destroyed a tower. 不敬畏生命的人，不配拥有生命。An ally has been defeated. Your tower has been destroyed. 你把炮车清掉就好。对对对对。You have defeated an enemy. Enemy ultimate. Double kill. Your team has destroyed a tower. Ace.没关系，